6月4日，上汽大众在大兴龙湖天街 ID Store 组织 ID 生活地玩家点亮童心上汽大众欢乐儿童节活动，与车主一起分享生活乐趣，体验活动。儿童节和端午节是宝宝们最期待的节日，这也是上天安排让大小宝宝们一同感受节日的乐趣。为了保留孩子的那份童真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，老师向大家讲解了关于宇宙和星球的知识。随后老师向小朋友们介绍了星球灯的制作步骤，接着让大家正式上色。在家长的陪伴下，小朋友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用不同的色彩装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星球。童心并不是儿童的专利，爱玩也并不只是儿童的权利。在老师的帮助下，家长和孩子们制作了端午香囊，不一会儿一个个漂亮的香囊便出现在大家的眼前。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结婚生子之后，选车的标准也逐渐增多。面对二胎、双方父母以及对汽车限购限行的多重压力与限制，选择一辆纯电动的大 SUV 的确能更好地解决全家出行问题。作为上汽大众基于 MEB 纯电平台打造的第二款车型， ID6X 定位于中大型纯电 SUV， 外形采用大众 ID 家族的设计语言，硬朗的轮眉线条让车身看起来就很有力量感。 ID6X 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4876毫米、1848毫米和1680毫米，轴距为2965毫米。目前 ID6X 有五款在售车型，按照动力和续航可以分为单电机版、单电机长续航版和双电机版本。整体看来， ID6X 有着较强的综合实力。